谢谢。如果闯过第二关的话，你将赢得奖金2000元。我们来看一下孟立方第二关给你的游戏。方箔，地平上的四个方框会随机闪现红色方块，你必须在下一个红色方块闪现之前按下台面上的对应按钮，直到红色方块不再闪现。